翠花简直堪称人间绝色啊，她的颜值啊实在是太高了，她不仅仅是你看到的这么美而已，她的优点可多着呢。这个花叫做六翼天使，它的香味呢是堪称香水级的，可以和我们的伊夫和加百列去媲美的，而且这个香味非常非常好闻，是一股非常浓烈的果香，这个味道我觉得比香水好闻太多了。那它也是非常勤开的品种，一整年都在开花不间的，我们去年十一二月份的时候我还录了一期它开花的视频，开的也是跟现在一样整。那如果凉宫的话哟，你那地方很热的话哟，它也是非常抗热的品种哈，在夏天的时候晒得很厉害的时候，六翼天使呢依然是开得非常非常的热烈，而且呢它的光照强，温度高的时候整个花色呢甚至还会开得更加艳丽啊。它的单花花期就一朵花在夏季的时候那么高的一个温度，愣是达到了一周以上的单花花期，所以这个花的优点简直就是太多了。然后你看一下哈，它的杆子呢非常直挺，刺儿也非常非常少，所以这个品种呢是真的集合了很多的优势，非常推荐给大家。酷酷的花园，实现你的花园梦想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